来了，我们再测静观天元乌卡。哈，天元已经三岁了，那今天我们送他一个生日礼物好不好？就是让天元通关，可不可以？感觉想想都刺激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做输出，手消泉水不消光 ，OK。先把泉水消好，然后再把光珠做一个叠珠的动作。是这边我们可能要用这样子去叠。好的，叠得不错，然后泉水都有消除哦。好，有办法到14 combo 的天降呢？你就是逼我开这一招就对了。开，有增伤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做一个输出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这边手转尽量给它转，这样好了。哎，舒服吧？14没问题。右边带走就没问题了。好 ，nice。接着继续做出一个输出，刚好加康是两回合，但是第二回合会伤害比较低，因为我们带的是那个龙科啊。我们带的是召唤那是什么邀请寒龙科，所以开技能当下会比较痛，那、啊、这个没有开技能当下就比较痒。哎，不过伤害是很痛的哦，1000亿的哦。带走了，人家白熊加入会员4个月，白沙就算满卡也没差，想爽一爽比较好睡。你这句话怎么怪怪的？想爽一爽比较好睡，听起来怪怪的。就、下次再说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可以直接开这个，没有问题。OK， 走起。我刚才那是100亿吗？我搞错了吗？哇，尴尬。啊，小的还不错吧？还行吧，这个转珠，天降到10 combo， 带走，谢谢，下课。这个是900亿了吗？是900亿的意思吗？对不对？900亿哈。我们再开这个两回合的一个加康爆啊，这边再继续直接输出。哎，不过这个回合应该就可以带走他喽，因为我们那个邀请的龙哥很扯的，那个真伤相当恶心。我们带了三个那个邀请函，对，突然卡池。哎，三个邀请函是多少真伤啊？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算一下？现在已经到千亿的一个平衡数量了。哇，再洗一盒技能。可以，然后这边这个技能给它吹下去。我想应该二技能开开它就死了吧，它只有200亿耶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不过等一下会进入濒死一回合也没差。这边单开二技能好像不用转珠，哎，下面也都没得转。顶多就是这个火珠转过来，多烧两颗，大概这样。刚才水裂已经没救了，下面完全没救，只能靠上面。哦，多添加一组珠子，有没有机会带走？非常舒服，各位朋友。只消六组珠子，天降七组珠子哦，直接快要千亿了。你知道那个邀请函真伤有多夸张哦？好，这边我们直接，其实可以有机会带走了吗？这样，来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敢这会有19康吗？没有，零。我是不是冲动了？希望可以。哇，这版面也是至尊的难转。哇，极限最后一秒转好，你有看到吗？19-20，切起来了，这是。哇，超极限输出。太水了啦，好猛哦！好，可是我这样就
没关系，我当作洗技能好了。叠住，认真说，我应该叠得到，相信我的手转，各位。没有哦，有了，极限操作，各位，回满血 ，nice。哎，哦，加 combo 还在耶，加 combo 还在，比较伤，比较没有那么，比较没那么有压力，对不对？爽一下，爽一下，不要压力那么大。哎，差点回不回来，好险我有爽一下，好险我有爽一下，哎，现在走右边的吗？好，可以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好 ，OK，OK。对对对对，我剧本应该是没错。好，这边打过去，然后下一回合再开，这边做一个输出。哎呦，水珠在那里哦，这样子 OK， 没问题。右边那个带走，刚好十四康处理，变，然后接着再开这个二技能，只消水珠，记住这件事情就对了。现在都不要想 OK， 这个叠珠22、26直接处理了好吗？棒，4000亿，各位朋友，你敢相信这是今年刚满3岁的角色吗？你敢相信吗？五旋那个螺旋力再给他敲起来。哎呀，讲话好林主播，对呀、啊，我就是在学，我就是在致敬我的师父林主播呀。接下来这边有那个有这个基本上打得过，如果卡猪的话，还可以开这个好吗？那这边我就直接做输出了。哪里点赞？鸡鸡？为什么那时候人在那边刷鸡鸡？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我的手转手枪整版啦！聊天室可以刷一排七吗？2000赞了吗？我看一下，你们太无情了吧！靠背真的2000赞了，好，等一下来试。三个人内，我发现明日香可以打 A， 真的假的？认真。好，这边直接刷下去了，各位。九斗妈的，哇，没办法，哎，等一下，可以手消整版，听起来聊天室、啊、太鬼了吧，这手转没谁了，各位，有够恶，34康送他下课，谢谢，破罩了，破，你敢相信3年前的队伍直接破罩 ，Holy shit，OK、okay。然后这边要16康以上哦，我们这边就这样子，主要是无限挡死啊，这边还是可以无限挡死。然后那个等下可以拉角色猪，我靠，新猪越来越多是杀小啦。我想要再洗一下，欸、其实好像不用洗技能诶、欸，这边可以直接试着打看看 ，OK， 试着打看看，然后把那个新猪给炸掉，开这个，反正我们可以挡死。呀，就是这样，试试看。哦，我等下再看斗内，我先消，先处理一下他。18，感谢悲鸣呼呼30分的内，哪时候带我带头的五卡合体？你带头是什么意思？23盾，这边就舒服了，这边我们直接手转就好了。光珠 ，OK。手转 ，like shit， 这队能过偶像歌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！直接死了，沙桥，认真。没办法哦，上面两排留下四组，你说这边哦？哎，靠腰啊！
手滑，你妈鸡巴！现在我们来滤一下版面 ，OK， 完美，各位朋友，按住给它敲上来好吗？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削，可以吗？完美了，各位，没有人可以挡住我了 ，Nobody， 聊天室可以起起来了，好吧？我刚才只是在云呢、啊，这个剧本根本很完美，好不好？看着好丑，看看看。这样好了，不要再动了，不要再假装 很会了。手消二十八，天降三十二，完美下课，各位朋友。说我破罩三罩，你敢信？天哪，天哪，天元无卡，一个满三岁的队伍，三年了还是这么猛，直接做坏各位，临时剧本。Ha ha ha.